今日我哋学下自己帮自己染错半染法，睇下我哋要啲咩先。小白发嘅用橙色，30% 白发用红色。再多少少白发用咩啊？栗子色。如果系全白咧，深啡色。咁染发粉有啦，我哋仲要啲咩咧？要有个玻璃兜、量杯、染发帚、浴帽、毛巾帽、手套、厨房抹手指、铰剪，就将染发粉开水，然之后搽喺我哋嘅耳背位啦、手臂内侧位置。如果30分钟至到一日都冇敏感嘅话，咁我哋就可以继续用噶啦。咪咪咧有少少白发，咁最好就系拣呢个橙色。打开之后咧，入面系有两小袋噶，咁每一袋咧就系100g。咁我咁短头发用几多咧？我平时就会用100g 嘅，教我搽一个发根咯，就将100g 嘅粉。打开